红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江西的星空变大声，人在思念。今宵的爱情也会好听。阿边上，阿边就听，最后才知输赢。阿红。说不打这个节目是由我阿红本人制作主持服务，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到拜五下晡2点到4点，欢迎收看阿红无所不谈。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星空变大声，人在思念。今宵的爱情也会孤单行。阿边上，阿边就行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的阿红无所不谈，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在咱现场电台台北控制2977138，现场电台台北控制2977138。那么咱这个电话依然是活动树林鼎庆的电台台北控制2977138。那么咱这个节目也是伫个每工拜到拜五下晡时2点开始到4点。希望由小弟阿宏成群，甲咱网友观众做伙来关心国家事、社会事、家庭事、教育事等。来，那么汉语名啊，名句啊，这个马英九伊个过啊啦，过什么啊？过陈明鸿。哦，陈明鸿的时阵啊，踮啊电视台吼，嘛、哦、是讲马英九安怎安怎吼，但是嘛，参这个什么？参这段义康啊，民进党啊，啊，这个陈明鸿是资深的这个记者。那么两个人啊来和这个马英九吼、哦、啊委托律师，伫个今日吼，伊也是那俩地震，啊来个告因两个，哦。那么针对总统马英九被无赖公收受到政治现金这个代志，律师洪文俊，那么将伫个29日早起10点，伫个早起10点，吼、哦，10点半，那么到台北地方法院啊来地震，
代表总统以及总统办公室主任，这个坑的坑饼证，哦，向立委段宜康、名嘴陈敏芳、陈敏芳提出告诉，这落安尼告才对，这落安尼告，哦，这会明朗。那么希望讲哦，这个法院吼，赶紧查明，啊，赶紧是非都甲判断落来，吼，莫吼呢，一个过吼，啊，一有当时啊，一两年啊，佫无听讲安怎呢？当然啦，有诶吼，即马法院吼，代志真侪，咱讲是实在，迄案件吼，定定塌塌，安怎讲？大家人迄落都过，大家人迄落过，啊，即马就是爱安尼生啊，啊，无要安怎？对不对啦？那么总统府发言人马维国在23日表示的，陈敏芳女士一再以虚构、情节，啊来影射马总统收受到非法政治现金。那么总统府虽然以严正的这个澄清，但是也算安尼啊，这个陈敏芳依然持续。啊！来散播不实的这个谣言。那么立委吼，陈宜康嘛，无知讲马总统收受到非法伊的这个政治现金，吼、哦，为捍卫自身的这个名誉，啊、哦，端正社会的这个风气，马总统将委托这个阿律师对两个人提出告诉。马维国在讲。那么，对于这个外界的这个恶意、抹黑，啊，甲不实的这个指控，那么康鼎正嘛将委任律师对相关的这个人士提出告诉，循法律途径，啊来捍卫名誉，吼、哦。那么马维国强调了，马总统向来吼、哦、高度尊重言论的这个自由，无轻易啊来。轻松。那么，连部分人士却因此啊，有恃无恐，哦，有恃无恐就对了，哦。那么，每遍的时阵恶意啊来造谣，总统若无对这些采取的时阵严正的这个行动，将助长这种的这个恶劣的这个行径。造成社会风气的这个败坏，绝对国人所乐见的安尼啦。那么马维国就表示了，为端正社会的这个风气，维护国家元首的这个名誉，哦，马总统除了委任律师对相关人士提出告诉的之外，同时啊，呼吁外界卖个以讹传讹啦。好、哦，这是有关啊，这一边总统再多哦，啊来告这个名嘴，包括的时阵一位这个民进党的这个立委哦，陈宜康哦，啊，加的时阵呢，资深的这个记者陈敏芳，两个拢个告哦，所以嘛，使讲哦，即马爱注意，爱针对事实，那针对事实嘛，在法律上。公众人物需要，哦，会使讲爱予人，这个啥物啊？爱予检验嘛，爱予检验，吼、哦。但是你袂使乱诬赖、乱指控啊，对不对啦？哦，无中生有的这袂使，哦，这袂使。那么以上提供马总统告陈敏芳。啊！甲段宜康早起吼，这个10:30就递呈向这个台北地方法院吼，啊来提出告诉。好嘞，我大家了解了吼，唔通讲的孙阿娘，啊点的孙阿娘媒体啥啊乱转那些，吼，迄上个唔好个啦吼。骂你骂也有道理个，你袂使讲骂无道理个乱骂一笔嘛袂使啦。我这是提供
我大家做一下参考啦哈。好啦，到这就甲结束。其他的那么一起会讲这个网络，讲这個时间，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哈。来，咱收听一首阿宏所主唱的《铁佗人的目屎》。老弟，烦的工务生活，予人心惊惊。少年彼时满腹的热情，渐渐消失。铁佗人的有名，永远袂快活。目屎啊，目屎啊，为何流袂离？有路无处，茫茫前程，暗淡人生。喂，老大，无情的人生，黑暗的生活，江湖的饭太吃啦，拼地盘过性命，讲起别论英雄，刀光剑影弯弯相报，到路尾啊，只有两条路通好行。若不是失去性命，就是落家。所以今日咱就爱来干哦，无论是做苦工，也是小生意，咱就安尼应该好好来打拼，做一个善良的人。这款的日子过着嘛才会自在，嘛才会自在啦！哈哈哈哈。是人生，予人心头冷。江湖兄弟，多情来做路，多命过日子。起撇来论英雄，远远来相报。哎呀，最后洗袂清，抬头换面，重新做人，好好过一生。老大。